团 Kiss of Life 近期因为新歌 MV 太性感，掀起两派网友争议。金鱼队长 Julie 又因为拿着精品包包而掀起一阵讨论。据悉，成员们先前在节目中透露，出道至今还没有收到结算，不过乐观认为应该很快了。所有网友指出，队长 Julie 被拍到身上背着昂贵的精品包以及其他的奢侈品，因为组合还没有获得受益，他却拥有这样的财力，应该是家境不错的孩子。而且 Julie 的奶奶拥有大学学历，在那个年代来说，家境比较富裕才有能力上大学。纷纷好奇 Julie 的家世。对此，有网友认为，美籍韩裔的 Julie 在美国出生长大，她的家境一定不普通，才能在那个年代移民到美国。不过贴文掀起热议的同时，有网友大赞照片中的 Julie 笑起来就像孩子一样可爱，反差模样十分圈粉。